要过年了，很多老铁在外拼搏了，应该也早早的现在回到家里面跟爸爸妈妈一起团聚了。但是这些大妈们还在这里不断的拼搏。定来老铁，如果你此时此刻也回到家中了，那就扣个一。觉得大妈够辛苦的，那就双击下屏幕点来个小红心。喜欢干海的记得关注。有的朋友私信我呀，问我这海苔是怎样生长的。今天呀，我就拍了这个段子啊。其实啊，海苔也就是紫菜，紫菜也就是海苔啊。有的人呀，一进来就是习惯性的双击，而有的人你怎么要他也不一定会给呀。那不给你就关注我吧。我看见你的笑，有初恋的味道，每一次的拥抱是我暖的依靠。有你看人家别的小动物拍个视频都好几万的赞，怎么你没有赞呢？是不是因为你长得不可爱？是不是不可爱？你反思一下。来到海边啊，看见位老大爷手里拿着条大八爪鱼，目测得有好几斤，可把大爷高兴坏了。嘿嘿嘿，见过这么大八爪鱼的老铁扣个一，没见过的扣个二，想吃这么大八爪鱼的老铁扣个三，别忘记给你老弟留下个双击行不？嘿嘿，估计要了没人会给的，记得添加关注。